软水机通电后，荧幕会出现画面。此时先选取最左边第一个按键进入时间设定，按上下键操作即可。确认之后，按左边第一个按键返回，接着向下移动至第四项高级设定，进入内部设定。第一，先进入设置工作模式，选取逆流流量研制型，设定完成，按左边第一按键确认返回。第二，接着选择设置再生引发时间，自行输入设定，设定完成后返回。接着依序向下反复操作设置项目，直到选择增压继电器工作模式，则不再调整，请保持原厂设定。设定完成之后，按左边第二颗按键两次，返回画面即完成设定。